今天是7月1日，是我们这次25天环游欧洲7国的第24天。一大早，我们开着拖挂房车前面的小车，离开了位于阿维尼翁东侧的一个房车营地，向坐落于沃克吕兹高原西部与奈斯克山谷之间的薰衣草小镇索村进发。索村距离我们所住的房车营地有58.5公里，开车大概1个小时4分钟的时间。索村整体呈半圆形布局，小镇海拔765米，坐落在一个山坡之上。上山的之字形道路非常的蜿蜒和陡峭，爬上最后一个山坡，拐过这个弯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观景平台。从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俯视位于索村下面的奈斯克山谷，是观看索村薰衣草的最好地方。只可惜现在是7月初，还没到索村薰衣草成熟的季节。这是因为索村位于山区，地区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相应平均温度比普罗旺斯大部分地区低6度，因而延长了薰衣草花田的花期。索村薰衣草成熟的季节一般都在7月的下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片，就是索村薰衣草成熟时候山谷中薰衣草的绝美景色。索村的薰衣草花田是普罗旺斯最美的薰衣草花田之一，其特点就是山区花田。只可惜大部分花田现在还没有成熟。喜欢索村薰衣草景色的朋友，以后可以7月20日以后过来。索村小镇也是普罗旺斯最美的小镇之一，转转小镇也会让你不虚此行。小镇都是这种石头型建筑，依山势而建，景色非常的漂亮。镇中心有一个路德教堂，是索村的标志性建筑。教堂内部更显得古老和沧桑。由于我们来的比较早，还不到上午10点，有很多商店还没有开门。小镇有免费的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好之后，先去一个开门的咖啡馆，喝喝咖啡，吃个早点。我们之所以要等待商店开门，是因为索村的薰衣草是原生的薰衣草品种，虽然没有像瓦朗索勒杂交品种那样高大和鲜艳，但是加工制作以后的工艺品和化妆品质量更好，香味更加宜人。因此，我们准备在这里购买一些，回去送给朋友。吃完简单的早餐，我们从咖啡馆出来以后，还不到10点，我们又去小镇各处转了转。索村不大，很多街道也很狭窄，但是可以说一步一景，拍出来都非常的好看。对了，还有一点忘了给大家说了，索村卖的这种薰衣草伴手礼，比在塞南克修道院卖的同样的商品和同样的伴手礼价格要相对低一些，因为索村是这些商品的主要产地。如果你是7月中下旬来普罗旺斯看薰衣草的朋友，可以把最后一站放在索村，这样不但能看到最美的薰衣草田和最美的薰衣草小镇，还能买到最正宗的薰衣草产品。好的，这个视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